控制异位性皮肤炎，泡这个黄神净说有效，用漂白水稀释给它洗澡。我有我觉得很危险，就像泡游泳池啊，这样子也够。我不会每一个病人都用这种漂白水浴，那种特别红的，那种金黄色的脱屑，隐隐作痛。我等到他皮肤稍微没有伤口之后，我就说那你就定期的稍微在家泡一下，还是要让医生评估过再做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